对，来个拥抱，莆田的，对，好吃吧？他们都在来散诸位吧，没有柚子，柚子散不了，叔叔阿姨们，柚子是真散不了。这个柚子和你们这边柚子不一样吧？不一样。哎，他眼睛怎么不是一个颜色？眼睛为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你看他眼睛怎么？他眼睛怎么？你眼睛怎么了呀？他眼睛怎么和我们眼睛颜色不一样？我的黑的，他的怎么是？你是混血的吗？我看一下。他是混血的吗？不是啊。哎，你过来。你的眼睛怎么？他的眼睛为什么和我们眼睛不一样？我看一下呢。你看他眼睛和我们眼睛不一样。是吧？那里不一样。你看他，我们的是你的是黑的。嗯。他的。棕色的。对，棕色的，为什么是？哦，美瞳啊，隐形眼镜，隐形眼镜。隐形眼镜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戴眼镜呀？不是，我戴了眼镜，他的有一个。但你哪里戴眼镜啊？叔叔阿姨们，他说他戴眼镜了，哪里有眼镜啊？眼球上面有一个隐形眼镜，然后它有一个花色是这样的。哦，明白吗？隐形眼镜还有那么吓人、啊，还有那个带颜色的吧？不是，它有一个花纹。眼镜不是框的吗？那你看外边是不是有花纹呢？没有，我看外面就正常的。哦，隐形眼镜。隐形眼镜。但是我知道隐形眼镜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可以有花纹的。是美瞳。哦。啊，美瞳戴眼镜。对他的这个，我还第一次听说眼镜可以戴在眼睛里面。哦，我不懂，叔叔阿姨们大惊小怪，吓我一跳。这样眼睛不会痛吗？不会。叔叔阿姨们，我以为腊肉熏那个熏腊肉这里边给它熏黑了。哦，啊，嗯，哦，这样吧，外面有点冷，加一下火。好。哇，这儿腊肉真的好，叔叔阿姨们。哎呦。露个面，帅弟弟，上猪尾巴，上猪尾巴，他们要上猪尾巴，来吧，上吧，这里有这么多这么多尾巴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么多猪尾巴。对。那给大家上点呗。还有呢，我小叔那里还有呢。还有啊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这里有煮的，有的，要不要切？要不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？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叔叔阿姨们？要不要看？叔叔阿姨们要看的，咱们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这里面有的。里面煮的有的有吗？嗯，煮的有。哇塞！哎，搂出来。我的筷子呢？筷子这儿。搂出来看，哇塞！看。哇塞！哇，这个颜色好好、啊。这个颜色确实哈，很有感觉。食欲，看着就那个。就看着就舒服。有没有想要猪尾巴的叔叔阿姨们？我的手机给我一下，我的手机。你的手机哈、啊哎？你把我的手机抢过去了。有没有想要猪尾巴的？他们说叫你洗手。啊、洗手。没事儿，剥着柚子没关系的。吃了柚子应该没事吧，叔叔阿姨们？我想吃。那我去洗一下。怎么都这么多猪尾巴？因为八九条吧。我自己去买了几根。买了几根是吧？对，买了几根，因为我怕到时候很多叔叔阿姨想要尾巴不够、哦，所以说我就都买了几根。那行那行。嗯，对，要哈，都要是吗？都要。那我去洗，要我去洗手吗？叔叔阿姨们，我是不是要去洗手呀？要。要去洗手吗？对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那我去洗一下手啊。嗯。叔叔阿姨们，咱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对，没关系的，好的，可以的，来洗了。哇塞，这金枝怎么那么漂亮呀？这个金枝怎么那么漂亮？哎呀，你不要这么夸我了。这个小金枝怎么这么漂亮呀？啊，叔叔阿姨们。哎，叔叔阿姨给你打电话。是的，来，我接一下电话。是阿姨打的吗？嗯，你拿着。哦、他可能哇，阿姨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可能刚刚在直播间里面看到我们了，是不是叔叔阿姨们？阿姨给富哥打电话了，他可能是
可能是刚刚在直播间看到了，然后就给富哥打电话过去了，会不会说我不好呀，叔叔阿姨们？肯定不会啦。啊，阿姨肯定是不是对我不满意，所以就给富哥打电话说这个事情。哎，叔叔阿姨们，尾巴我煮了两根，看到没有？我煮了两根尾巴。然后这尾巴就是煮好以后就可以拿来啃，然后一般的话咱们就拿剁成一块一块的拿来啃。有没有人想要尾巴的？想要尾巴的打一个一，好不好？想要尾巴的打一个一，然后我们等富哥回来再给大家上吧，好吧？这个尾巴很好吃。哎、你猜我妈说啥？买了腊肉。你猜我妈说啥？叔叔阿姨们，你猜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猜我妈说啥？说啥？叔叔阿姨们，你们猜一下我妈说啥了？是不是和金子有关的？你们猜我妈说啥了？是啥呀？啊，叔叔阿姨们。嗯，夸金子能干是吧？还有一个，他给我说了一个事儿，叫我必须得办的一个事儿。你们知道是啥吗？叫我必须办，就是春节必须带他回家。他说他前面就是他给我讲了，其实我妈她给我打电话，她是在给我解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解释。他说他原来他有点可能对你的那个就是叫什么，对你的那个了解不够，来给我解释。他说这么好的女孩子你赶紧带回来呀。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是不是好事情？真的吗？是不是好的事情？是的，咱们打个是好吗？真的吗？赶紧赶紧带回家。真的啊，是啊，是，喜欢是的。哇，这么多人说是的，天哪！是吧？开心了吧，金子？这我妈妈对你的这个评价很高哦。就是她说什么？她说赶紧把我带回家。对，她说你这么好女孩，你怎么不带回来啊？我说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前面不是那……哪有我？哪你什么这么好的女孩呀？哎，你不要不好意思了，你不要不好意思了。来，叔叔阿姨们，来，猪尾巴是吧？这个腊肉卖了。猪尾巴，叔叔阿姨们，想要这个猪尾巴的，直接在公屏上扣个小一，好不好？付个统计一下，猪尾巴，想要的扣个一。想要的扣一，叔叔阿姨们，咱们小付来给大家统计一下，统计好了，然后咱们就上，好不好？嗯。彩礼不是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彩礼不是事儿。对，那个无穷阿姨。怎么吃，叔叔阿姨？就这样。哦、啊！滚上去吧！快洗一下，快洗一下，在外面洗一下。我切一半下来，滚下去了。快洗一下，洗一下，洗一下，给我吃。啊！洗一下给我吃。不用，这个我。对，想要的扣一，我统计一下啊，因为这个猪尾巴数量也不是特别多，因为 对金枝还好，金枝说他说来给我，我吃。你吃啊？我吃。说阿姨们，哇塞，你们看，嗯，哇，这个皮子好香啊！给我一块吧。这样就小心一点切，一点都不客气。别弄死我啊！我怕把它砍下去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真的。哇塞！这个下酒好。它的皮，这个就是脆的时候拿来煮来吃。没有拍到腊肉呀，一会儿给大家上，好不好？腊肉还有一点。喂，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姨们？一斤猪尾巴有几个？一斤猪尾巴三到四个吧。三到四个是吧？那你准备一斤猪尾巴两三个差不多，三个多，三四根嘛。嗯，因为有大有小，没看见小黄车是吧？因为有大有小不一样的。还是去年那个味道，好像。嗯，好吃吧？哦，对，去年富哥在这里买了很多很多，一大筐。上吧，你多少钱卖给大家？多少钱卖给大家呀？这个猪尾巴有点贵，你知道吧，叔叔？我去买的都有点贵。因为我自己家杀的猪，自己杀的猪，然后你觉得尾巴太少了，我就去多去找了买了几根，然后拿来熏，所以我去买了，所以说比较贵，知道吧？
也贵，一斤的话都是几十块钱，一斤都是几十块钱。一斤都是几十块钱的。对，一斤都是几十块钱，所以我这个贵到什么程度？99一斤吗？也没有99一斤了，就差不多，反正就是70-80一斤吧，70-80一斤。散吧，他们说散吧，那你准备多少钱卖给大家？你说说。这样吧，叔叔阿姨们，哎，这么多叔叔阿姨都支持我，来支持我的打一个支持，这个、好不好？好吃。支持精致的打个支持两个字，行不行，叔叔阿姨们？这个的话我就不按一斤一斤卖给大家了，行不行？还是按根卖吗？肯定按根一根的卖，不然就要剁成这样一条一条，就大家吃着就没有尾巴的感觉了。哦，就等于是一整根的卖哈。两根两根的吧。两根两根的吧。一根的话也。好事成双，可以。两根的吧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们？可以。两根，然后两根的话就直接，两根大概是300克左右，也是三百克。也是300克左右。对，也是300克左右。反正有多有少嘛，反正多一点少一点没关系嘛。对，这个能理解哈，叔叔阿姨们。然后你那种特别大的，你全部留给我。特别大的留给你。啊，全部大，特别大的留给我。特别大的，这里会有点肥哟。没关系，到时候。对，我都是给大家弄的中等的，然后两根大概300克左右。六两左右。然后六两左右的话，成本的话我算了，成本是50块钱两根的话。成本50块钱。对，成本五，就是那个肉的成本50块钱。肉的成本50块钱。肉的成本都要50块钱。啊。然后我就再加上快递包装呀这些，我就就是我想着要卖69，哎，算了，这样子吧，叔叔阿姨们。啊。这个尾巴，哎，尾巴这今天就这样子，今天就给大家。那也没多少是吧？对，也没多少，先给大家上了。可以。肉的成本50块钱，然后再加上快递打包费一起算下来，我可能挣个1-2块。一两块是吧？嗯。就58吗？59。就是快递成本算下来，就是快递成本就是8块多。啊，那挣个2块，59块9毛，还是你？我挣1.9毛9。1.9毛9。嗯。可以。挣1.9毛9，算下来多少钱？叔叔阿姨们，把价格。1.9。就像大家猜价格一样，把价格猜出来打在上面。就59.9。对。59.9。59.9，两根。他们叫你卖69。不用，太贵了，那个太贵了，我肯定我自己在我不亏的情况下，在我还能挣的情况下，我可能不会卖你们那么贵的，好不好？59.9，能接受这个价格的，把59.9全屏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好。全屏刷在公屏上，59.9来，公屏上全部打59.9，拍回去拿来怎么吃？就给它洗干净以后，就给它洗干净以后，直接拿来煮，煮好以后就可以拿来吃，剁成一块一块的。快点了，快点了，他们在催。旁边放辣椒面，直接拿这样吃，或者是你直接拿一根这样的来啃也行。但是全家人都可以吃的话，你最好是剁成一块一块的。来，给我一个，我这个给我。对，叔叔阿姨们，一块一块的，这个就是。烟熏腊猪尾啊，对，烟熏的腊猪尾巴，你们在其他地方可能买都买不到，这个、在吗？对，小助理一直在吃，对，坐下来都在吃，对，然后你抢一点，这个一定要抢，我就在这等着上车，我家九妹也喜欢吃这个，是不是？来，59.9都可以哈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下方已链接已上了哈，叔叔阿姨链接已经上了，咱们直接拼手速去抢喽。富哥你看一下，如果说超单了，你就赶紧给我把小黄车下喽。好。对，超单了一定要把小黄车下了，然后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付款，赶紧去拍，已经给大家上了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猪尾巴你们可以放心的去拍，知道吗？放心的去拍，这个是农家养的猪，知道吗？农家养的猪，然后它的猪肉的话，你们都可以放心，既然相信精致了，你们就相信到底。猪尾巴，它一根猪只有一根尾巴，知道吗？你们去外面买一斤的话都要几十块钱，知道吗？70-80、80-90块钱一斤的，叔叔阿姨们，知道吗？在精致这里，这个是烟熏的，就直接挂在这个，就是一起拿来烟熏的。没有添加任何其他东西，只有盐，知道吗？只有盐。叔叔阿姨们，没有你们所说的什么不好的味道。秒拍秒付啊，叔叔阿姨们，拍了回来打个乙拍。哎哎哎，快洗一下。我感觉我今天吃不成这个肉，我感觉我今天吃不成这个东西，我再去洗一下啊。再去洗一下。赶紧拼手速啊，叔叔阿姨们，赶紧去拍啊。对，赶紧去拍，因为尾巴确实也是比较少的。这个肉真的好吃。哇，这皮子真的太好吃了。太爱吃了，可以下酒啊，叔叔阿姨们。
好吃。太好吃了。对，拍了的打个一拍加急哦。嗯。59.9，说实话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便不便宜？你们去买过菜的都知道，新鲜的猪尾巴，你们买都买不到，因为全部被人家收走了。你买都买不到。我就说在菜市场，我从来没见过，没买过。拍了加急是吧？被别人买走哦。嗯。没有了。没了。没了。都拍完了吗？都拍完了吧？哇。没了。谢谢大家。嗯，好吃。好吃。嗯，我也拍到了。你也拍到了是吧？没有拍，你不用拍。你要拍，自己拍。没有了，还有啥没上？你们还想要啥？还有啥没上？因为还有啥没？猪脚杆，他们说好的，试一下好不好吃啊？如果说你们怕咸的话，你们煮两次水啊，或者是提前半个小时温水泡一下，是吧？嗯。泡半个小时，然后再煮两道水，绝对是不会咸的，是吧？泡水我们没有这样过来吃过。他们说要猪脚。猪脚啊？就猪手吗？猪手。排骨、五花肉，多少钱？你就没有看到？猪尾巴都没了，老姜哥，我看一下能不能，我看一下啊。你吃嘛，你吃。可以吗？吃可以吃。可以。可以吃。你们那里一根都要50块钱啊？那个猪，那个啥，那个猪尾巴还有3个没有付款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没有还要的猪尾巴？我们是两根59.9，叔叔阿姨，两根还是烟熏的，嗯，还给大家发快递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？对。把这个皮咬起来，脆香脆香的。对，它脆。那个，你们还要不要猪尾巴的？要猪尾巴的扣个一，我再给他。对，有没有没抢到的？1根50块也太贵了吧？对，别人那里是1根50块，我这里是2根哈，两根，然后大概300克左右，6两，大概6两左右，然后就是猪尾巴要是吧？菜市场根本是买不到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买的那么贵？是因为他们去菜市场的时候已经被收走了，这个是买不到的。其实我那天去，真的，我找我就是认识的，他们经常在农家收腊肉，是猪收猪去，就是在集市上卖的那种。嗯，我都去找他们，让他给我留的，所以我才有这么那多。那我清下库存啊，叔叔阿姨们，准备好手速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车，购物袋上车。对，这个就是。土猪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么长，是因为这个是土猪的，跟你们那边对那种就是养猪场那边哈，就是大量养猪的，可能猪尾巴就这么长，知道吗？这个猪尾巴这么长。已经上了，赶紧去拍啊！对，这是300斤左右的猪的尾巴，知道吗？肉质紧实，非常的香，没有那种就是我知道很多叔叔说别人家买的那种尾巴，它有一种馊臭味。猪脚有吗？猪脚有，没有在那儿。很好吃、啊。等一下啊。秒拍秒付啊，叔叔阿姨们，还有最后一单，还有最后一单了。秒拍秒付，这是猪尾巴，给大家发2根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发2根。我去年第一次吃这个猪尾巴的时候，我就被它的口感给惊艳到了，真的好吃。然后它是要给大家抽真空的。你们一定要付款啊，按实际付款为准哦。对，要按实际付款为准哈，叔叔阿姨们。实际付款为准哦。嗯。没有了。没了。没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没有了。哇塞，腊猪脚有吗？来，把猪脚全品。王香娥阿姨她说，她叫你给她留2根。王香娥阿姨们，你给我发一下，我好，给你留吧。嗯。给你留，没问题。嗯嗯。因为我现在上的就是精致上的那个，他那个预留的库存有多少，只能上多少，因为他统计了，因为做好了才能给大家发，对不对？没做好的就不能给大家发。还有，王阿姨，你在这里没抢到是不是？应该是没抢到。嗯。你看，小猪你开心的很，开心吧？是吧？对，太少了，没办法。哇，那个张旭清姐姐吧，买了4样，好的，好，谢谢，我们一定会明天给大家发货，好不好？嗯。然后我们现在。到时候那个你去帮着金枝弄哦。不用。好。你去帮着他弄、可以，到时候我自己喊一个货商人就把肉给拉下去。没有，到时候我开车呀。他会开车。啊，你会开车呀？对，他会开车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嗯、你还不会开车是吧？
富哥给我报了驾校，然后我还没有去学。还没去学。对，没去学。那个，祝你今天享受了。对，腊肉好多钱一斤，腊肉是45.9一斤。然后这么吧，我们好像都上了，就都上过了吧？就只有一个猪脚、猪手没、猪脚没上过。嗯。我们这次就上猪脚，就怎么卖的呢？我叔叔阿姨们把猪脚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我们把猪脚打在公屏上，就这样抽成真空，看到没有？啊、就是猪脚抽成真空的样子。啊。那个是没有抽的，是吧？那个是没有抽的。那是没有抽的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是没有抽的。然后我们给大家发呢，这个猪脚我们会给它。剁成一块一块分割是吧？对，它已经哇看到没有？它虽然说它是整根的，但是已经是分割了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你爸爸弄的吗？嗯，哦、oh, ，就分割了的。哦，这样就它不用宰，不用回去拿去。不对，不用这样子去宰了，知道吧？哦，那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啊。杀的时候是分割好的。哦，等于是，哦，这个好哎。就全部这样子横，这样子分割了的。这个是整根的，没有分割的。哦，这。哦，你这个想得周到呀，金子。哦，这个好。这样的话大家吃着也方便，我怕大家没有那种菜板，这种就宰不了。然后那个、蓉姐姐，我给你吃一个，我煮了一个。煮了一个是吧？对。哎，金子。哎。你可以在这里边煮点菜，这个汤应该煮菜应该。有菜，我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洗。啊，一会儿我们弄呗。拿着吧。好。就这个。哦，对对对。啊哇，煮来开花了！哇，真的是猪蹄花，这就是你看猪手花。对，哦，这个是分砍的、分割了哈。对，这个好。然后还有一节都应该在里面，没有那么短，还有一节应该是掉下去了。好的，可以的，春天阿姨。有没有想要这个猪蹄的猪手？这猪手这样拿来啃来吃也很好吃。对。有没有人想要，帅们？想要的，咱们在公屏扣个一，好吗？想要的在公屏上扣，这样他们拿回去都不用宰了。哇，这个想得周到。稍微宰一下，没有完全给它分开。哦，就切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 就不用大力的去。把那个骨头给剁了的，这个肉是可以就这样刀就可以切开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是猪蹄吧？啊、但是你们收回去不用这样去砍，就直接这样切一下它就可以。哦呦，这个考虑的周到，这个好，这个金子好。炖萝卜干，他们说炖萝卜干好吃，这个是吧？拿来炖萝卜。炖萝卜干、嗯，还有上次你们在我这里买的菌汤包也可以拿来炖。哦，菌汤包是吧？这个切起来好省力。对，就是很省力啊，就不用去使劲的哇这样子去砍了呀。哦，这个好，哇，这又是一盘菜，叔叔阿姨们。小荣今天长点筋肉。它是猪脚，不是猪蹄，它没有那个味儿。啊，猪脚哈。对，就是你看我的脚，它没有这里，猪手，就猪手嘛。猪脚，对。对，只有这么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好的，那个玉清哥哥、叔叔，哦，这样的是吧？上酒有什么？像这种猪手哈，这样一根不够吃吧？他们在烧烤店里面这样子一根的话要35块钱，一根要35块钱。烧烤，那你买的话一根要35块钱，差不多。成都我们的那个烤猪蹄也这么多。对，我姐夫他们在那边烤猪蹄，他们就一根要35块钱。哦，就一根，就这样一根要35。那你一根你一根一根的给大家吗？他不够吃吧？不是这样子的呀。哦，两根的是吧？对。哦，我还说一根不够吃呀、啊，两根。我就两根给大家打包嘛，两根。好的，季月娥姐姐阿姨。对，然后金子是你家吗？对，金子是金子家的。对对，这就是在我家呀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在我家呀。对、啊。在我家的厨房，对那边熏腊肉的，那你可以看一下。对，哇。就是在金子家。然后这个的话卖给大家，你们知道的，你们在外面买猪蹄，去买猪蹄应该买过猪蹄，比较贵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一个膀子就要100多块钱，就这样把完全卸下来都要100多块钱，然后这里的话起码都要50块钱，在金枝这里来，听。